他追他哦，你要恶心他我啊！恶心你，你过来让我恶心！我挖钱，有钱，我挖钱。等一下，等一下，有钱，有钱。等一下，进，停战，停战，先挖钱，先挖钱。黄金，黄金啊，黄金啊，泱泱，他也无敌啊，白痴哦。哎，对哦，有泱泱，他顺走对不对？他顺走了，泱泱。哎、欸，我看到好像是在我从后面来，我从后面来。哎、欸，挖到一半呐、啊，老鹰快挖完。我没拿到他的肉，没拿到，可惜。我有咆哮了，都没传送。好，再去恶心他。好，我还没恶心到他，可恶。要吗？我们这样子，他就跑掉了。可能小鱼来了，代表他技能也用掉了。我要买吃的。嗯嗯，他在干嘛？徒手打架哎、欸！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那个乱玩了。对 對, 对，应该是放弃希望了。嗯，不要那么快啊！好破！哎、欸，你一直坚持不花钱哎、欸。对啊，好当那个吧，最有钱的。他已经是了啊，他花个一千块也是最有钱的、啊。哎、欸，光小心，光小心，你附近很多人啊！光要死，光要死，光要死。可以，快点快点，举国狂欢。可以。耶、yeah! yeah! ！国王，国王，去死，去死！光谁 cheese？ cheese！ 哇！好凶哦！哇！我、哦、打完了、哦，你怎么还活着？你怎么还活着？剧本我知道你们想打我，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了，我不要跟你们打，你们已经想丢我了，不行，我要赶快跑。哎、欸，你的那个盾牌，哦，杰克，对嘞，那就真是差一点啊！不行，我觉得怪怪的。他们都冲了、欸，哎，又都冲了、欸，哎，对啊。哎、欸，有人在乱丢啦、欸！自己人在乱丢啦！你干嘛、啊？你小心啊！还是他们隐形？有没有发光？有没有发光？没了，哈基有吗？没有，用光了。我觉得应该是自己人丢的吧。应该是隐形冰封。是吗？真的吗？小心啊，哈基！真的吗？你死掉，我们会举国狂欢。哎、欸，口爷不辣，笑死！在这里干嘛？哎呦，我们都没有发光，所以可以冲。隐约在洞窟，隐约在洞窟，我看到他了。啊，还记得呢？不告诉你，叫对面发光，叫对面发光。小气鬼，不告诉你。原本想说家里有个蓝队不想打，可是看到是小雨，打爆啦！等一下，小雨以外不打了。雨月在躲啦，发光有没有发光？没有，雨月在躲。那个 ID 是吗？是那个 ID 吗？那个对，底下 ID 是他。我是哪一队的？我们是红队，他是蓝。哦，他又围起来了，哎呦！他绕一圈，绕一圈。哦，底下他们爬上去了，爬上去了。恶心他了，恶心他了，恶心他了！快上来 ！OK，OK，OK，OK、okay, okay. oh,。口爷不辣，我不想打你，你又来。哼，光的血亮，恶心死！光的血亮。哦，要成功了吗？要成功了吗？讨伐部队，有能量哦！拿不到，拿不到。我看到宝石，拿到了。好 ，OK， 拿到了，拿到了，怎么厉害？我要走了，再见。嗨，粉丝，嗨，这么巧，这么愉快啊，这么巧，这么巧，厉害！我刚刚已经剩一颗星了、欸，哎，还好你帮我打，我刚剩一颗半啊。哇，哎、欸，我也替你们报仇、欸。小雨在我们家，等一下，放哪里？楼下吗？王座，王座，在一个里面就赢了，怎样？赌的这样哦、喔，我的妈呀！哦、他不让你去放，是不是？对。
下下下 ，OK， 可以 ，OK，OK。OK, OK, OK 中间还有绿宝石、欸，这里吗？嗯，我终于有钱了。哎、欸，我放了，对不起，忘记讲。没关系，可以，可以，可以。小雨在外面看到了，我还没有技能。他剑派国贼，目前没有。派国贼，派国贼。主要他自己是还没死掉，所以发光有 bug。我觉得不是。哦我觉得不是我这么相信你你还打我应该是好几难说哦真的难说啊中间绿宝石可能有两个关系了啦不行你要去挖吗来不及了有人挖哎、欸、我手盾光又剩一点点血了刚复活吧剩三血没东西吃了吧你知道我一直在他们家底下国王不在底下嗯，二零零旁边是团团，干嘛啦？偷看我？你们要再杀一只国王吗？还是杀一只国王啊？啊，好，我刚刚是都买那个炸药而已，炸药啦，就是 Q 出来的那种。好，哎呦，居然没有受伤害，这么厉害啊！臭间谍，臭间谍！哎，你怎么在我背后？啊，我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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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哎，我把东西都炸掉了。所以国王在底下？没有没有没有，是泱泱他们两个人攻我，我眼前只有小雨啊，我没有在看其他人啊。二零。嗯。只想要打死他。会做事。我觉得二零还蛮可疑的。这个人哦。谁在楼下？谁在跟我打？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在底下，可是他们不打我了。口音不那个，可能我下来了吧？我不知道哎、欸，你看他们都不打我，然后刚刚小雨要想偷打我。国王嘞？啊？我在，不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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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找他们国王。啊。哎、欸，我被支开，然后他攻击我就完蛋了。在那个、啊、沙子上面这边啊，他们我就是中间沙子上面，他们的木船这边打得到我他，那个不会做事哎、欸，这个打得到我，我请客啊。二零零一拳炸了，他不去炸他，竟然炸你啊！他们国王呢？怎么在玩船啊？我刚刚丢给他的。是、欸。他们国王呢？国王呢？啊？他们找不到他们。是你炸弹不做事，来炸200有事吗？200我替你报仇了。虽然刚给他炸弹是我。我想说他会去找哈基啊。他说你要干嘛？哦。你有办法找到云月？等一下，云月的钱还在家哦，他还在挖哦。嗯，欸，他们会不会要直接用这个一直一直洗那个巫术，然后洗150、150，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上去啊？对啊，所以赶快有发光，赶快发光，有吗？现在学满啊，我也学满了，虽然可以重置啦。他受太大的刺激。哎呦，我的发！哎，怎么摔死了？你为什么？我在那边呢、欸。我在边界外，你为什么是高速点落？我用那个随机瞬移掉落的状况下，随机瞬移居然摔死的。啊，你的国王宝石呢？我不知道，我摔到重生吧哪去了。中间好像有你的装吗？移到哪去了、啊？刚刚瞬到哪去了？你是对啊，你是保护一发大财，对啊。这里好像附近有吃东西的声音啊！装备可是没有宝石哎、欸。那你，我把技能刷新，然后你是上面有那个吧？哦，在上面，在上面，在上面，在正上面。哪里？正上面的尸体上面。我看到，看到，哇！你怎么那么猛啊？哇塞！财神爷，财神爷，财神爷跟国王宝石，财神爷感觉比较重要。我都跑到这里来了，啊、居然炸到！哈基，你帮我们看一下音乐在哪里？音乐啊，对，其实我们的用意是这样。哦、，OK， 天眼兵的概念啊，哈基。音乐在我们家下正下面挖矿啊。好，回家，回家，炸他！在我们的船底，船底。
嘿，我们你用我们你到了我们下面那个矿洞嘛，嗯，然后往一直靠墙壁走，他往上往上游往上游了。哦，那个 ID 是不是？哎，为什么我们家会有另外一个人呢、啊？可以把他跟在我们家、啊。他们觉得那边比较安全吧？对啊，因为上来是三个人都在我们家哎、欸，反过来是不是？你们靠近了吗？我在上面了。因为我跟你讲，我们可以用暗黑兵法。等下有力量。四 D 哎，在哪里？他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家里面。我们是红，我们是红队啊，我们是红啊，红色的船啊，对啊，红色船里面有蓝队啊，打他，打他，里面哦，因为跑掉了，他出来了，船，梦船。揍他揍他！跟你讲，我们现在力量效果，你们要打到一刀就直接 Q 出去了。好，打，快，他剩十一滴，力量效果上。哎，就也有吗？有，我们三十秒力量效果，我们有，打不到，五滴，因为没有二零，我是放在他们家。我是把国王宝石放在他们家，我们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等一下，耶！我炸了，炸了，炸了！就是巧克力，所以我们才会有力量。巧克力帮我们力量效果。对 ，OK， 好，送回去。黑暗兵法，小雨是我们的，小雨是我们的，他试好了，他丢牛排给我。发大财，发大财，最后一定也要把小雨干掉了，杰克。好，杀了小雨。他在哪里？杀了小雨。小雨，炸！等一下，发大财！还有，没事。哎呦，他狂嗑苹果啦！发大财，发大财！你在玩什么？发大财，发大财，发大财！因为你的钱也太多了吧，发大财！因为他中毒啦，发大财的毒。你吃太多卤肉饭哦，前几天卤肉饭都发大财吗？卤肉饭到桌里面这样，吃太多，有毒。然后我们最后还让那个哈记死掉，透过这个天眼兵来去判断。你知道我在哪里死的吗？你在墙外是吗？我在屏障外面，你知道吗？他在屏障外面，超猛的！你刚刚本来就在屏障外吗？对，我本来就在屏障外，所以我这样还炸到你哦、喔。因为刚好一个拔蜡丢在那边，波及到这边来，把我往外炸，然后你就往下摔，然后你要用那个瞬移，是不是？我站在这里，对，然后我掉下去，我按瞬移就摔死。想说这块面这种被我一炸反而是掉，然后被他的尸体是在中间的水池里，中间的水池，好惨，好累啊，太难过了，操，太他妈干嘛，发大财，一拳给你手，但你都不会去炸哈记，你直接炸二零零。不是哦，不知道他现在哪里呀、啊？我以为这是友好的证明。友好的证明过去了，就在我后面。那你不给我还打你？要到后面很难的、欸，知道吗？超累的。哦，没有哈基看的话，真的找不到音乐。找不到、哦，在你们家绕好久。没想到把我们家然后你们的矿工全部都试好，你知道吗？不是啊，你知道我们最后就有点像那种观察，你知道吗？就是看你们对面谁会不友善，就是哈基，哈基不友善，凶啊！我其他人蹲着看，然后就哦，他会试好之类的。我怕僵尸，发大财。哇，你们第一款狂招了七只还是八那个八只？哎、欸，那个泱泱招了四只哎、欸，泱泱超猛，啊、好猛、哦！怎么运气这么强大的、欸？泱泱超厉害、欸，七只好扯哦，连续有七只，然后其中好像有两三只还变成那个沉尸，对，变成沉尸啊，那边有死灵法师哎，一堆哎、欸，可以笑死。来了，也可以进来的。好，好。哎呀，叠在一起。啊，那我去让他们过来。好，嗯，先选队，选队。干嘛？
不要再嘟嘟噜了，你再嘟到最后去发大财喽！等下就要发大财喽！啊，肛门就长眼睛喽！哎呀！耶、yeah! ！第一阶段，你的眼睛跟耳朵会先失去功能哦。骗我的！发大财！发大财！我要怎么做？今天的，记得在这边盖一个发大财。这也太累了，中毒太深。嗯哼哼哼，然后就把它踩掉。发大财，发大财，发大财，困水鸡巴崩。是不同的东西啊！发大财是什么？就是发大财啊！就是发大财啊！发大财，我觉得真的很有才，超有才的。没，我没看过。你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很好笑。阿米狗大姐，在阿米狗阿米狗那里，阿米狗那里有贴。白痴，啥时的事儿？那个下午的事情而已。哦，这个哦，好，我看一下。啊，你要现在可以跟棺材再看啊？好吧，会很好笑，是不是？还蛮好笑的。他一本正经的讲干话。对，而且都用英文去讲干话。你要听到 fighter 就好像哪里怪怪的，这好像开车的那个房子那个，你懂那个什么你吗？有了有啊，里面有吧？马路走路会那个噔噔噔噔噔。哦，对对对，有还蛮像的。那走路噔噔。没看过。停车火车啊？不是，就是你马路上停车场会有那个啊，怕人家超速还是怎样，就是会有那个指数的。嗯。哦。提醒你的那一种。就是你开过去会，啊！今天就这样，他们。